亲爱的家人、朋友、弟兄姊妹，愿你们平安。我是许新文姊妹。自从我这几年认识许贝贝这些日子以来，可以说她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、爱弟兄姊妹、乐意接待人、修养非常好的一位长辈。在生活中，她更以神的爱爱人，用基督的爱来忍耐。面对他身上所有的病痛，极少发怨言，而且他还竭力的过教会生活，直到末了那一刻。这实在给我们立的美好的榜样。因为这几年我因为福音配搭的缘故，我常喜欢到他们家一起练唱诗歌与交通。我们亲爱的许贝贝总是非常专注以及喜乐的与我们一同练唱，虽然他唱着就睡着了，但是总在精准的时候，他会起来给我们最热烈的掌声鼓励。而且让我印象最深刻，就是每一次他都会主动与我握手寒暄，尤其他那浑厚以及温暖的双手，我可以感受到主那看不见的同在。他每次都跟我说：“新文，主耶稣爱你，感谢主。”主的恩典够你用，感谢主。虽然我看不见许贝贝的脸，但是我知道主真的与他同在。所以我还记得有一次，他虽然身体很不舒服，但是他还是竭力的想要与我们练唱诗歌。这时候元美就说：“那我们就来点不同的吧。”这时候他就化身成为戏风中的大牛，我跟佳木姊妹就成了百万大歌星。我们又唱又跳，我们像老来子于青一样，我们讨许贝贝的欢喜，逗他开心，因为我们知道他身体虽然病痛，但是他在灵里是喜乐的。尤其当我们一起合唱《小城故事》，他最喜欢唱这一句：“请你的朋友一起来小城来做客。”因为这就是他们家的故事啊。刚刚你就听到前面弟兄姊妹讲的，他们的家诗歌多，喜乐多，凡是你到这里来的收获就更多。所以我跟许贝贝说，那我们就从小城故事降到新耶路撒冷城，让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要得救。哈利路亚，这就是我们互动的光景。我非常的羡慕他们能够全家享受甜美的教会生活，所以我常在灵里说，如果我年迈的双亲也能够像他们一样早日得救，享受甜美的教会生活，那该有多好。所以元美建华就领受负担，就说要到南部探望我未得救的家人。感谢主，在他奇妙的安排主宰之下，我的爸妈都双双得救了。现在我爸爸最喜欢说，你已经不再是我唯一的知音了，现在是元美成为他地上的知音。体贴的许贝贝就说：“新文姊妹不要担心，因为我是你地上的头号粉丝，最老歌迷。”他就是这么可爱体贴的老人家。我们虽然在肉身里没有血缘关系，但是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的确成了神家里的亲人。这应验了圣经说的：“万有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都得益处。”让我回顾这点滴，我的确能够见证许贝贝是爱的神做他的牧人，他领受神给他的喂养与施恩，现在他没有缺乏，没有需要，因为主属他，他也属主了。在约翰福音里面11:25-26说，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我是复活，我是生命，信入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复活，凡活着信入我的人就永远不死。”你信这话吗？感谢主，我信。所以亲爱的许贝贝只是暂时睡了，在主来的日子，他必定与主再一同复活，再与我们相见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安慰以及荣耀的盼望。所以亲爱的许妈妈，愿主也擦干你所有的泪水，因为现在许贝贝完全没有苦痛了，因为一切都过去了。所以今天一样，我跟佳凤要
要献上许贝贝最喜欢的诗歌，虽然在地上这是他最后一场聚会，但是我们愿意用诗歌陪他走完这一段路程。我们不只要在地上陪他唱诗歌，我们也要在新天新地他复活的身体与他一同唱那天上的歌，直到永永远远。哈利路亚。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生命的河，喜乐的河，缓缓流进我的心窝。相见了。